星谢依霖结婚后生下一对儿女，移居花莲，短暂淡出演艺圈数年。不过近年来终于再度复出，最近她也开始到中国工作。近日她宣布回国，录奏密室大逃脱，并发文感谢杨幂。原来是杨幂在新闻报道看到她产后三年没工作后，就积极帮忙介绍，让谢依霖感动写下：“真的好感人，我爱你。”面恶心善第一名，没有啦，面也善。事实上，谢依霖2013年和杨幂合作电影《小时代》结缘，2019年两人更成为《密室大逃脱》第一季的班底，友情维持至今有10年。这次谢依霖再度和杨幂一起出演综艺，就让粉丝们纷纷嗨喊：“时代姐妹花回来了！”而杨幂贴心的举动也被大赞，真的是人美心善啊。Thank you.